医生的手所摸的阿妈棍所在是人体甲状腺的位置，这个所在时常看到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的这个囊肿。有的人是真甲亲像是鸡卵只恁大，主要是影响到外观之外，买阿撇到呼吸的。囊肿的话其实还蛮常见的，有一些是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，然后有一些是它比较大，或是它的位置比较标浅，然后会看得到它凸出来。反复出现的话，就会需要做一些处理。那如果没有处理的话，病人可能就会觉得，这个外观脖子这边有凸出来，他觉得美观上会有影响，那或是他对于吞咽啊这些，或是有一些压迫的感觉。这都会需要做处理，这样子。因讲甲状腺囊肿内底组织是水水的物件，目前改善的囊肿的问题，除了是开刀之外，其实可以当选择点酒精的注射。如果它有一些是单纯的抽吸，它后来就没有再出现的话，也不需要做酒精注射或是开刀。那有一部分的人，他就是抽吸完之后，他又过了一阵子又反复出现的话，那就是会可以考虑是要用酒精注射或是用开刀的方式，就是平均大约是做两次的治疗，大部分是大概85%是不会再复发。透过超音波引导，用着油针把囊肿内底水水的物件甲抽出来，注射着高浓度的酒精来破坏着内底的这个血管，再佫把这个酒精甲抽出来，大概是一点钟的时间。这毋是开刀，慢慢来断伊。经过两次注射了定，囊肿再来复发的几率就相当小了。南平新闻台以下，殷空采访报道。